六块肌男神将瑞佳瘦身四妙招。现在没有，脂肪稍微高一点，胸肌还有效益。来来来，阿尼卡够把揪了，就让体育系出身的张瑞佳传授瘦身妙招陪你还债，甩开过年大鱼大肉的罪恶感。脚伸直，肚子 hold 住，双脚大幅度交叉移动。一组可以做十二下，然后做四组。做四组。对对，做四组。然后如果你想要一些进阶的话，就是还可以加上下一个。双手撑住屁股腾空，双脚屈膝九十度往下蹲，起身时抬脚左右交替。90度不想解释了，自己看着办很简单。大腿很酸吗？很酸，很痒。这是你大腿，对。好了，赶快进行最后一招，让你早点脱离苦海。这些动作做到最后，如果没有像我们这样那么喘，然后还流汗的话，其实做错了，都是没有用心在做。嘿嘿，看到这里，各位同学还不赶快动起来？娱乐动新闻。那么坚持来做运动，就是为了要吃更多。报道。